翻开经本222页啊，222页，倒数第三行，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叶，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利盘陀伽喃陀阿难陀罗侯罗乔梵菩提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戒宾诺波拘罗欧罗罗陀。那么这是弥陀经里面的所列出16位上首，诸位请看注解啊，看这个疏啊，长老者，得长腊老啊，又说得腊居夷，夷通称长老。冠下16尊序，佛门里面这个长老啊是非常尊敬的称呼啊，很尊敬的称呼。那么他必须这个出家了有相当之久啊，那么通常呢，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呢，这个出家要30年才能成为长老，啊，不满30年呢都没有这个尊称，啊，那么同时还要有德，啊，有学有德，啊，这个底下呢，啊，讲这个腊，啊，这个腊了。是出家人习惯呢，是讲一年，在一年嘛，只有一个腊月嘛，啊，一年一个腊月，啊，所以说多少腊呢？实际上就是多少年，啊，说腊者，出家1岁呀，月一腊，啊，周岁之中啊，为一腊故，周岁就是一年，啊，一年当中只有一个腊月。那么也叫做一夏，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夏是夏天。那么称一夏呢，因为这个佛教制度啊，有夏安居。这个安居啊，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现在呀，都搞错了，啊，现在安居都搞错了。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僧伙是托钵。那么印度啊，这个夏天是雨季，就是4月15日啊到7月15日是雨季。雨季出去托钵就相当困难，啊，相当困难。那么雨水多啊，这个地上虫也很多。所以出去托钵往往不小心啊，一天总得要踩死几条虫，这个无意当中的杀生。同时在印度啊，这些外道他们外道出家了也是托钵啊，所以托钵在这个印度啊是很流行的一种风气。那么外道啊，他们这个雨季这3个月都不出去托钵了，啊，等于是也都是安居。那么佛弟子如果这3个月一出去托钵，这个世间人就会有嫌疑，啊，好像他不像个修道的，别人修道啊都很守规矩，他这个不像修道，啊，所以佛家了。很多这些生活习惯制度啊都受
古印度啊一般宗教的影响。但是佛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殊胜了。这个特别的意义，佛的常随弟子，那是天天跟到佛的，每天亲近佛。除这个常随弟子之外，佛还有很多的弟子，比常随的弟子人数要多，都是在每一个地方啊主持道场，讲经说法。那么这些人呢，亲近佛的机会呀就很少了。每一年呢只有一次，下安居啊这三个月，通通回到佛陀的面前来。就是每一年呢有三个月，他们呢跟佛住在一起。接受再教育，这个制度啊非常非常之好，才真正能做到教学相长。所以每一年呢他有三个月的进修教育，把这个各地方住持弘法的这些 学生呢都召回来。那么一方面呢召回来听佛说法，一方面呢这些同学们在一块研究讨论。比如他在这一方度化这些众生，总遇到一些呢困难的问题，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怎样应付，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同学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增长智慧，增长应付信徒的这个技能，所以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制度。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呢，到最近几年因为科技日新月异，所以现在才有进修教育。你要不进修，换一句话说，你就会落伍，你就会被淘汰掉了。那么我们在美国看到，美国许多工厂里面，这个工程师技术人员，他每年常常派去受训。他们那个受训的时间不长，有的十天半个月，或者学新的科技。他才能追得上那么学校的教员呢，同样的也要受这个进修教育了。他没有进修教育他老是那种方法了，他也跟不上时代。科技日新月异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繁荣所以你要是不能够吸收新的知识，那么你注定是落伍，注定要被社会淘汰所以这种进修制度在我们佛门里面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提倡这个戒下安居就是进修教育所以佛门常讲你这个多少下多少下就是你曾经有几次的下安居，那么就是你这个出家的年龄你出家多少年了所以一个用腊一个用下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底下讲通称者上云德腊居尊一个是他的道德学问道德，一个他出家了有相当的年数了相当年数了。那么在佛门里面出家十年这是下座，
二十年呢是中座，三十年是上座，啊，长老是称上座的，这个，我这个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啊，祥云法师碰到我，啊，就给我们谈起来了，啊，我们现在还差一年呢，就上座了，是不是？啊，我们出家的时候29年了，啊。那么要30年才能上座啊，到明年才满30年啊。说此为独观啊，独得观众啊，但那仙人亦得名为长老啊。那么此地呢，这个通称呢，这个长老有这个意思。虽然呢年龄不大，出家没多久，如果他有德有学，也尊称为上座。啊，比如说他出家虽然是初出家没多久，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或者他已经证果了，啊，证到阿罗汉果了，那这个是德尊，啊，就不论他的年龄了。那么有些人呢，虽然他还没开悟，也没证果，但是他出家了很多年了，啊，那么也能称他为上座，啊，像此地这个16位尊者，可以说除了阿难跟罗侯罗两位之外，其他的年龄都很大，啊，年龄都很大。那么这两位年龄虽然小啊，啊，这个阿难陀是啊，阿难呢是佛的小弟，啊，堂弟里面呢最小的。佛成道那一天他出生的，啊，那么佛是30岁成道，啊，那么阿难呢比佛就小30岁。罗侯罗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所以这两个年龄比较小，可是都是正果之人，德尊啊，那么也称之为长老。这个底下举例说，如毗婆沙论，发性上座。生年上座之类也，这个发性就是有德，啊，他是明心见性的，啊，这个称为上座，啊，称长老，啊，另外一个叫生年，他的年岁也很高，啊，年岁很大，嗯。那么底下呢，又有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我们要懂得。说又唐以居寿，这双倍的啦，啊，唐以本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啊，玄奘大师有这个经的翻译，啊，那么还有这个是这个翻里面说称为居寿。居寿啊，现在比较少用，啊，古时候啊常常用，啊，居寿啊也是学生的意思，啊，也是学生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老师啊送给学生的礼物啊，上面提的名字某某贤居寿，啊，这是。佛当年称弟子，称这个名字，啊，称巨寿。那么巨寿里面是得拿的意思，通通都有。啊，为以会命，啊，这个是《无量寿经》的，啊，《无量寿经》为以啊叫康僧铠，啊，康僧铠的译本里面呢称为会命。
《金刚经》里面也称慧命须菩提。那么这个是呢，专修得也。因为这讲那个这个慧呀，专修得，岁月二颗通称，有比以德为重。所以这个有生年有法性，但是还是以德行呢为主啊，以德行为重。经经所列的，该有有德而无辣者，未有有辣而无德者也。这就是说，此地所列举的十二个人，十六位尊者。这十六位尊者呢，有有德而无辣的，无辣就年岁很轻的，有，刚才说过了啊。有两位，但是没有说是有辣而无德的，通通都是德高望重啊！这十六位尊者，说冠下者长老之称呢，不睹舍利弗，乃至阿耨罗陀皆名长老，皆上首弟子也。那么这些人呢，在本经里面通通啊具有表法的意思，表法的意思代表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熟，第一位列的是舍利弗尊者，这个底下呢，他这一段文很长，实际上这段文呢，我们可以啊把它省略掉。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智慧第一，表示这个法门。如果不是智慧第一的人，他不能相信，他不会发愿求生西方，这是真的，决定的，不是假的。如果一个人真正是通达佛法，真正明了生死轮回之可怖啊，没有不选择念佛法门的。为什么呢？念佛决定成佛，不但决定成佛，而且在一生当中啊决定成佛，不要等到来生呢。真正发心念佛，就是你对这个法门它的理论方法境界你都能够明了，都能够通达，依教奉行。我们在详细里头多次的说过，这都不是假的，这八苦交煎呢，我们都能够免除，都能免除，这个是了不得了，真正是离苦得乐不要说将来往生西方离苦得乐，现在就离苦得乐所以真正念佛人呢，不老啊，不病啊，不死啊，可以做得到的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欲知实知没有病苦走的时候如入禅定，这就没有死苦走的时候不生病所以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能做到。我们要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能做到？啊，有不少人，他虽然念佛，他没做到。你去仔细观察观察，他为什么没做到？啊，如果我们自己观察明白了，把那个不能做到的原因呢，我们把它消除。我们学习那些能做到的人，我们也就行了吧，啊，也就成功了。所以，凡是能够做到的，必然是100%的依教奉行。啊，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我们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要呢？那人虽讲觉悟啊，他觉悟什么？就是觉悟这一点啊，这才叫真正觉悟啊，彻底的觉悟了啊，这就是智慧啊。觉悟的人有智慧啊，他能够选择在一切法门里面选择最殊胜的法门啊，选择第一法门啊。那么这个详细的义理啊，我们留在无量寿经里面讨论啊，因为无量寿经一开端呢就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啊，舍利佛者，梵语舍利啊，次云丘露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就是露丝啊，这个鸟我们台湾有啊。梵语佛，次云子，故云丘子。夜云生子，夜云诸子，更有多号，空凡不言。诸弟子中智慧第一，称第一者，故显一德。欲云君子不弃，况复罗汉啊？何况这些人都是大阿罗汉，不是普通的阿罗汉啊。那么我们再读底下的这个注解啊，这个丘子者啊，为什么他的名字叫舍利弗呢？啊，古人起名字啊，印度跟中国有很多这个类似之处啊。有的人呢是从德行上去的。有一些人呢从身体上啊特殊的这个特征上啊取的啊，取的名字啊，比如我们家有人头很大叫大头，是啊，这并不是不好听的，古人常常有这个啊。你像居士罗尊者呀，他就是膝盖很大，比别人大，所以这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大膝盖，是啊，所以有很多这种啊这样的取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多半是父母对于这个子女的期望，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能够名副其实啊，这个意思很多很多啊，不像现在，现在这个起名字乱七八糟啊，为什么讲笔画了，讲这个阴阳吉凶了，这个都是不合理的啊，不合情理的这个起名字啊，在从前人不顾及这些啊。那么其母身心端正，是眼睛如秋露啊，尤其眼睛长得好啊，像那个秋露
鸟一样，啊，眼睛长得好，啊，所以大家呢就叫他说，秋鹭之子，啊，这个秋鹭人家是把他比喻他的母亲，啊，他这个名号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称身子呢，就是身端义，啊，这个他母亲啊身形端正的意思。叫身子，珠子呢？珠子是眼睛珠啊，他妈妈的眼睛珠啊非常好，啊，所以就称为他的珠子啊，眼净意啊，眼睛啊清净的意思，是吧？更有多好啊，非尽所及，故不凡也。啊，他这个称他的这个名号啊很多，啊，名号很多。下界历史，每一位尊者都有很多的称号，啊，不止一个名字，都有很多称号，啊，智慧者是在母胎时啊，亦能令母辨胜其舅，啊，他的舅舅就是居士罗尊者。那么他在没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怀他的时候，平常他母亲啊，跟他弟弟辩论呢，总是要输给弟弟的。他弟弟很聪明。自从怀了这个舍利弗呢，他母亲啊，这个辩才无碍，每一次跟这个弟弟辩论呢，弟弟都输了。这个弟弟一想啊，他说这个。不是我姐姐的能力，他说姐姐从前都不如我，他说一定是他肚子怀的这个小孩，啊，这个外孙，将来他一出世，我这个做舅舅的人辩不过他，那这很难为情，啊，所以呀，他就出去留学去了，啊，到这个无印度啊，啊，辩房啊，这些这个这些大德们，啊，他都。认真的去学习，啊，准备将来回来之后，他这个外孙长大的时候啊，不至于啊这个输给外孙，啊，他有这么个念头啊。那么在求学的时候，他非常的用功，这个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指甲就很长，人家叫做长着繁枝啊，长着繁枝就是这个。舍利弗的舅舅。那么到以后啊，他这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因为在外面很多年，啊，回来的时候，舍利弗有七八岁了，啊，跟到佛出家去了，跟到释迦牟尼佛出家去了。啊，那么他就很不服气，啊，他说我这个外孙这么聪明，怎么可以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呢？没这个道理，啊，他就找释迦牟尼佛去辩论，啊，那么找到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他这个外孙，啊，舍利弗是不是在这个佛的麾下？佛就说在，是在我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就想把他要回去，佛不答应，啊，那么提出来辩论，啊，佛就讲，你要是辩赢了，那么舍利弗让你带回去，啊，他说那我辩输了呢，我就把头给你，啊，砍头给你，啊，好吧，佛就说好，那辩论什么呢？你提出一个这个题目来呀。他就提了，他说我这个宗旨就提出个宗旨了，我的宗旨是一切法不受，啊，一切法都不受。那么佛就问他，你这一句你受不受呢？如果你要受了就输了吧，一切法不受了，是不是？你这一法你受不受？
他听了这个听了佛这一句话之后，自己想的不行，掉头就走了。走了没多远，他又回过头来，哎，这个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啊，说砍头就砍头吧，就又回到释迦牟尼佛，承认我输了，啊，承认输了，啊，准备要砍头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我也不需要你砍头，你呀，乖乖的。在我的会下的时候啊，拜我做老师，做我的弟子好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受了他的母舅，啊，那么这也在这个会上，啊，这个故事啊，《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讲的常照凡知，啊，这是讲啊，他在母胎时已能令母啊变身其舅。八岁登座，十六大国议论无双，七日之内遍达佛法，故曰智慧第一。啊，那么舍利弗，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他是故佛再来，啊，故佛再来，啊，故意实现的，啊。故意实现的，啊，那么这个目犍连也是这两位啊，都是故佛再来的啊。故显一得者啊，故是故且啊，显示啊，这个他这个德能呢太多了啊，举一种啊，名非圣子之外。诸阿罗汉皆为列会也，啊，实在讲，这十六个人哪一个不是智慧第一呢？个个都有智慧呀，但是为了表法，所以啊，每一个人代表一样，啊，代表一样，啊，其实每一位尊者都是智慧德能的无量无边。一非身子，只具智慧，愚则不精啊！盖是各具一德，以表法门无量啊！所以这个用意啊，是表法的啊，代表这个法门的。又以引住偏好耳，那么引这个，这就是引是戒引。这个世间人有很多人呢，嗜好不同啊，有人喜欢智慧，有人喜欢神通啊，有人喜欢辩论啊，每个人嗜好不一样啊。那么舍利弗呢，就专门呢引导那一类喜欢智慧的。你不是求智慧吗？求第一智慧吗？第一智慧到哪里求了？这个经上就是的，啊，这个经啊就是代表智慧第一，啊，智慧第一，啊，代表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弥陀经呢是度老太婆的，度老太婆。何必要把舍利弗、目犍连摆在此地嘛？用不着嘛！啊，这都是一般的读佛经呢，不研究它的大意。啊，这个事太马虎了。啊，真正通达佛法，不必看经文，看看这经上是哪几个人。就晓得这一部经的性质，啊，这一部经的内容。啊，这个是引导那些偏好的人，啊，如经言舍利弗焉作目连于其定，借经神离，啊，不能动其一知一待啊。常言目连神通第一，数之舍利弗神通乃至是乎。
这就是讲德能绝不止也。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舍利弗示现神通的例子。我们晓得佛弟子当中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大家都知道的。目犍连对于舍利弗还无可奈何了。啊，舍利弗有一天在打坐，目犍想邀他起来，啊，用尽了神通都不能动他，那个衣服都没办法动他，啊，何况其余呢？你才晓得舍利弗神通啊，不可思议啊！啊，君子不器者，这是孔老夫子的话。啊，器是器具。啊，君子是通才，器是讲专才。啊，他只有一个特长。啊，君子啊，他是一长处很多。啊，所以器皿呢，一个器皿它只有一个用途，它不能做很多的用途。啊，这个不器就是它多才多艺呀。啊，它什么都能的。啊，那么底下举的比喻说，如舟不可陆，啊，陆地不能行舟，舟只能在水上走啊。啊，车不可水。是器也，啊，它只有一个用途。君子居住多能，不知一器也。啊，其德为言明无闻呢？言是颜回，啊，名字谦，这个都是这个，孔老夫子的，啊，入室的弟子。啊，入世的弟子，所以72贤人呐，啊，那么颜回、明子见都列在德行里面，啊，难道他不懂文学吗？他懂啊，啊，特别以德行来表扬他，啊，由下却行，啊，由是自由自下，啊，自由自下，孔老夫子。常常赞叹他们的才艺，难道他没有德行吗？他有的 啊，不过是标榜一样而已啊，标榜一样而已。是君子尚而啊，尚且如此，况超凡入圣呢？三明皎然，六通清澈，号漏尽阿罗汉也。故曰：故贤也得也。三明跟六通啊是一个意思，六通就是六种神通，啊，三明是六种神通更升级，啊，这个更为啊殊胜，啊，称之为这个三明，啊，三明讲这个，虚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就是六通里面特别说三种，啊，叫三明六通，啊。苏说首举舍利弗，以此经为智所解故，啊，这是莲池大师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啊，把舍利弗摆在第一了。这一部经实实在在讲，唯有大智慧呀，他才能解，啊，才能信，才能解，啊，才肯依教修行。经中为佛为众生说此难信之法，难信呢，则为智慧深远者实信不已，是以首举，啊。把舍利弗尊者摆在前面，尤其是这个经啊，自始至终佛都叫着舍利弗跟他说，啊，不叫别人，这个意思就是
唯有大智啊，才能跟他讲啊。不是大智啊，他不相信，是难信之法嘛。啊，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之法。啊，我们看《偶业大师要解》里面解释那个《佛说经题》里面，啊，说是月所怀也。啊，佛以度众生为本怀。啊，佛的愿望就是要度尽一切众生。啊，希望这一切众生呢，快快成佛。啊，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你想想看，佛痛不痛快的？这个真是无量劫以来啊，稀有难逢的一日啊！这么多人成佛的机会来了，这佛真开心的，真乐了，给我们说这个难信之法了。啊，这个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方法啊。其他的经典给诸位说，成菩萨、成圆觉、成罗汉就不得了了，没有一部经是成佛的，你去找，没有一部。华严法华成佛怎么成的？到后头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到极乐世界成佛的，这部经自始至终啊，完全讲极乐世界，不是代说的，全说啊。啊，这个华严法华是附带说的，啊，不是专门说的，啊，这是成佛的经典，啊，那么我们在前面呢，一再跟诸位同学提示过，啊，念佛成佛，念菩萨成菩萨，念罗汉就成罗汉，啊，是心是佛了，是心作佛，啊，我们心想做什么，啊，因此。在无量法门里面，没有比念佛这个法门殊胜。啊，你看华严上说的，舍利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我们相信，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就四十华严里面看到的，善财童子出去参访，啊，第一位善知识啊，得云比丘。啊，四十华严里面叫吉祥云比丘，啊，教给他念佛法门，啊，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那么由此可知，善财童子彻始彻终啊，不离念佛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信愿持名的法门，这是我们在华严上看到的呀。啊，当中啊，这五十一位善知识，包括了宗教显密，啊，佛门还有包括的外道。就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念佛第一。啊，念佛呢，一生成佛。更明白这个道理啊，别的经、别的佛菩萨不要念了啊。你才是真正相信啊。嗯，我这个消消灾呀，还得念念普门品。有病了还得念念药师经，啊，业障重了去念念地藏经，这是什么呢？你还没相信呢，没相信啊。真正相信呢，这个经是第一经，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
讲到消灾，实在说，观音菩萨消不了的，阿弥陀佛能消啊！啊，消罪业，地藏菩萨办不了的，阿弥陀佛能办呐、啊？不相信，不相信阿弥陀佛，所以啊，佛讲的是难信之法，没错，这不相信嘛，难信嘛。啊，有了病痛去找药师如来，他不知道找阿弥陀佛。啊，这样念有没有效呢？有效，效果啊不大。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心不专。啊，心要专呢，力量就大了。啊，心不专嘛。所以一个真正修净土的道场难得了啊，在过去民国以来只有印光大师的道场专修净土，他们的经只念一部阿弥陀经啊，二六十中一句阿弥陀佛他不间断，他给念佛堂佛号不间断，这真正成就人的道场啊！所以我们看到难信之法了，开头用舍利弗摆在第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再看底下说何难啊，难是问难啊，般若心经读告生死啊，舍利弗这知生死之智啊，在乎解空啊，不在净土啊，这是有人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来跟你辩论的话啊，舍利弗的智慧啊，解空啊，《般若经》里面他排名了啊，他怎么会知道有呢？净土是有啊，这个底下呢，莲池大师的解答了，答复了：一色界是空啊，空界是色。独不曰净土即空，空即净土乎？若不净土啊，则非真空；不解真空啊，则非真智啊。生死之智，必不如是啊！那么这就是谈到《心经》上这个两句，也是《心经》里面最重要的。两句啊，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物质啊，所讲的物质啊，在佛法里用一个字做代表啊，所以这个色的范围啊非常非常的广大啊，依报正报啊，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一切色法了，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我们凡夫啊，迷失了真相，以为呀、啊、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在这上打妄想了啊，有得失，有好丑，有分别，有执着，这就起了无明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亏吃大了啊，不晓得这一切色法的真相啊，是空寂的。
啊，其实这个现象呢，常常在眼前。我们就是不悟啊，不觉悟啊。其实这个经上讲的，你越想越有道理啊。这个色是什么呢？经上常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确实是个梦境，真的是梦，不是假的啊。我们正当做梦的时候，梦里的境界不是清清楚楚的，你不是以为是真实吗？哦，醒过来晓得，哎呦，一场空梦啊。我们现在睁开眼睛，这是做梦啊。你到晚上眼睛一闭睡觉了，不是一场空梦，什么都没有了，这境界完全没有了。你以为这个境界是真的吗？假的啊。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继续再做这个梦，这梦让你做个几十年，做个几十年你还不觉悟啊。做一天两天你没有觉悟啊，那不怪你了，你做几十年你还不觉悟吗？啊，觉悟的人啊，眼睛一闭啊，外面一些色相空，这么有了色相就空了啊。可见的这个外面色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诸位啊，仔细去体会啊，体会到事实真相呢，这个事实真相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你要体会到之后啊，那个好处就太大了啊，烦恼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患得患失的念头没有了啊，得失不二啊。像你做梦里头，你得到实的，醒来之后统统在玉林，统统是空的，得失不二啊，没有得失心啊。人没有得失心啊，那烦恼就去掉90%了啊。我们现起的烦恼90%啊，都是从得失上来的，患得患失啊。得失的念头没有了，就心自在了。真是心开意解啊，晓得说万法是空的，万法是假的啊。真正觉悟了啊，那聪明人呢，像这个菩萨一样有智慧呀。我们把握这个机缘啊，自利利他啊。利益里面最殊胜的利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的啊。这个是真正觉悟，彻底觉悟了啊。不觉悟的人啊，遇到佛法他不相信，遇到这个法门他不相信，他就搞别的法门去了啊。真正觉悟的人必定选择这个法门啊。可以说没有选择这个法门啊，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都没觉悟啊，都没悟啊啊。真正悟了啊，放下万缘啊，一心持名，自己成佛了，也帮助别人成佛啊。所以修学这个法门呢，真的这是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第一法门呐啊，如来第一弟子啊。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表法第一个人呢，是乔成儒尊者。乔成儒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你看无量寿经把他摆在第一个啊。所以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我们依照这个经典修行呢，就是佛的第一弟子
啊，佛在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等于又给我们受记了。啊，所以这个色界是空啊，我们要晓得。啊，色是讲现象，空是讲本体。啊，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啊，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我们还用做梦来比喻，能做梦的那个心，这是空。梦中的境界呢，就是色。啊，当做梦的时候，我们整个心呢，就变成梦境了。空即是色，整个梦境呢，就是心。色即是空，色空是一，不是二。啊，如果你是讲色空是二，那错了。是一呀、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道理明白了，我们六根接触现前的境界，也是色空不二，性相一如啊，这就入了佛法了，就入了佛法了，这就是真正觉悟了了。入这个境界呢，万法平等。为什么呢？全是空理显现出来的吗？显现出来的色相吗？啊，拿个金刚钻，大家当宝贝了，这是空理显现的。拿一块粪土，人家都不要的，都讨厌的，但它也是心性显现的。同一个心性呢？它不二啊，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你在一切境界里面呢，决定没有虚妄的分别执着，你的心平等了。平等心啊，就是佛心呐、啊。啊，十法界的因心呢，佛心是平等心啊。啊，佛怎么平等的呢？因为一切法本来平等，他看到了。啊，一切法不平等呢？不平等是你自己以为不平等，不是一切法不平等。啊，是你虚妄的分别执着，自以为不平等。啊，那个不平等是假的呀。不是真，不是真实相啊！真实相是平等的，啊，真实相是不二的，啊，所以这个的的确确需要高度的智慧，啊，才能够明白事实的真相，啊，那么净土，净土是色，啊，拿这个《心经》这个四句话了。当作一个公式啊，都可以带得进去的。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啊，净土是空，空即净土。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摩诃莫见连者，啊，摩诃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大。摩诃此云大。莫见连，此云采熟识，亦云来福神通地。啊，我们看注解里面讲的，啊，莫见连性也，名居律陀，啊，居律陀者数名，导数神而生，应以为名。这是他的父母啊，祈祷这个树神而生的这个小孩，啊，所以就用这个名，用这个名字啊，穆建连是他的姓，啊，其族众多，故别已大，啊，他这个他的族人非常的兴旺，啊，人丁呢
很深啊，所以啊，观一个大字来鉴别啊，称它为达摩犍连。诸比丘请降龙，佛界不虚啊。这个底下呢，说一段神通的故事。木莲化身大小，龙居随福，又如外道一山，置之不动啊，一尘十种，举之梵天，即直彻烧堂等，故因神通第一。那么这个里面呢，举了目犍连呢示现神通最著名的几桩事情啊。第一桩呢，说他降龙，这是讲这个须弥山旁边呢有两个龙王住在那里啊。这个龙王就是南陀龙王跟波兰陀龙王啊，这两个龙王是兄弟两个。那么佛呢到忉利天呢为母亲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讲地藏经，地藏经是在忉利天讲的，专门为他母亲所说的啊，度他母亲啊，就是经过啊这个龙王居住的这个地方啊。龙王看到释迦牟尼佛飞来飞去，他就动了嗔恨的心啊，动了嗔心啊，就吐这个口里的吐这个黑烟啊，把这个日月光明啊都遮盖住了啊。那么他变得这个身很大啊，变了个大身，把那个须弥山，须弥山很大的，把须弥山绕了七周。你看这个身多大，这龙身多大啊，尾巴拖在海水上，头枕在这个山头上啊，这么大的一个龙啊，现在这么大，是木莲化身大小。木犍连呢，哎，他看到这个龙化身这么大了，他变一个更大的身，比他大一倍啊。目犍连变一个大龙啊，身长呢比他长一倍，绕须弥山14周。哦，这龙可怕了，是啊，这龙神通比不过他啊，这被他降服了啊，被他降服啊。那么这是变大变小啊，这故事很长呢，我们就不必细说了啊。龙也会变小，目犍连变得更小，哎，你小比你更小，小的什么，钻到他耳朵里面去，钻到他鼻子里面去，哦，这龙难过了，是啊，这无可奈何了啊，所以变大变小啊。那么第二呢，又如外道以山呢，置之不动。这个外道用咒啊，用这个咒术啊，可以把这个山移动啊。可是他也念得很沉的，也念得很久啊。经常说这外道司徒啊，不少人呐，500多人呐啊，一心一意念这个咒啊，来移动这个山啊。念了一个月，果然呢，这个山动了啊，这个山底下来动摇了。木莲看到这个事情了，看到这个事情一想啊，如果这个山一动啊，这个里头不知道多少那些小虫啊都要死啊，他们都住在这山里头，这山一动的时候他们都会死。所以他老人家就跑到山顶上去打坐，这山顶上一打坐，这外道怎么念山都不动了。这个是我置之不动啊，在山顶上打坐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咒术啊确实是有效的啊。现在社会非常非常之乱，妖魔鬼怪啊充斥在这个社会上啊。那是开心法师讲那个话了，听得都可怕了。他说我们经常在外面走路啊，妖魔鬼怪天天肩膀碰肩膀啊，你看多少，太多了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啊大乱啊，邪术太多了啊。凡是见到见神见鬼的啊，这有神通的都不是个好事情啊。那个神通是不是他修的呢？不是的，不如从前的外道。从前外道他那个神通是自己修的啊，真正吃尽了苦头修成神通。现在有很多人你看没几天他就有神通了，哎，他那神通也不是假的啊，他来跟我说我相信啊。他神通从哪来的？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神通不是他自己的啊。就像楞严经上所讲的啊，这些妖魔鬼怪离开他了，他这个能力马上就失掉了啊。所以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千万呢不要想神通。你要想神通啊，这鬼就来找你了啊。为什么呢？你有这个意思了吗？他就来找你了啊。你没有这个念头他不敢找你啊。你有这个念头，换句话你就勾引他，他就来了嘛啊。你不起这个念头的话他来找你他犯法，你起这个念头他来找你他有理由啊，他不算犯法，他有理由的啊。你以后你倒霉你活该，你惹他的不是他惹你的啊。所以我们净土法门是一法啊，我们把三经把五经这个里面的理论啊道理境界啊方法都要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思想见解行为，那你决定是上品上神啊。三经的分量不多啊，啊无量寿经两卷啊，弥陀经一卷，无量寿经一卷，四卷不多啊。啊这个四卷经呢我们真正痛下功夫啊，确确实实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哪有不上品上身的道理呢啊。这个很重要，经书透了我们就能抓住纲领了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学习阿弥陀佛，学习法藏比丘啊，把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本愿，与阿弥陀佛同愿同志啊。这才行啊，不能说哦，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要把阿弥陀佛的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愿，把阿弥陀佛的行变成我们自己的行，这不是做不到啊，人人可以做得到啊。啊，本经我们读了之后，具足心愿心。无量寿经里面明白这个原理啊，这个原理不但是修净土的原理，设法界一正庄严的原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整个佛法的原理，太妙了。两句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实在是妙绝了。
把三种敬业要切实做到啊，三福啊，真正发菩提心，依照九品的因果来修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告别的法门真难呐、啊，真繁琐啊！这个法门简单容易，人人可以做得到，人人可以求得上品。啊，这是我们决定不能疏忽的。啊，别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不能接受，咱们合掌令欢喜。不要跟他辩论啊！六祖大师说的嘛，他能够听得进去，我们劝他啊，我们勉励他，他听不进去，听不入耳啊，他要学别的法门，我们合掌恭敬，欢欢喜喜，那个法门也很好，非常非常之好，一切法门都是佛说的，哪有不好的，法门平等，无二无别啊，但是法门里的确实有难有易，这是真的啊！难易实在讲不在法门，是我们众生的根性啊。但是再立的根性，修其他的法门，到最后还是要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玄义》里讲的，这个法门呢，是借专接上根的。啊，什么叫上根？你能信，你发愿，你肯念佛，这个人就是上根的。实在讲，上上根。啊，禅家上上根。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实在讲比不上念佛下品下生，比不上啊！为什么呢？下品下生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与观音世智平等了，禅家那个上品，这个上根人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说老实话，才不过是个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见观世音菩萨还不容易，还见不到嘞。观音菩萨等觉菩萨，见不到啊。所以你把这个事实真相要是看清楚了啊，肯念佛的人，肯发心往生的人啊，确实啊上上根呐、啊，禅比不上啊，密就更不必说了。啊，密里面讲的即身成佛，你看印光大师的文钞里讲的很多。他那个仅仅是了生死出三界而已啊，但是了生死出三界也只等于阿罗汉呐 啊，何况现在的密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密里的讲神通，讲感应，所以非常容易啊被这个妖魔鬼怪渗透利用啊！你学密的人心里头有一点点不正，那个邪就入进来了，不是佛菩萨来了，妖魔鬼怪来了啊！啊，所以现在这个密啊，妖密、鬼密、魔密、怪密啊，你得搞清楚啊！啊，不是密不好啊，就是密里头有妖魔鬼怪呀、啊，你分不清楚啊。啊，你学佛密没有学到，学上妖魔鬼怪了，那你个麻烦大了。
啊，是真正讲这个佛秘啊，你又不肯学了。为什么呢？太麻烦了，规矩太大了。啊，真正要学这个佛秘，密宗的戒律啊，比显宗难得多啊，比显宗严格得多啊。啊，今天我们看这个全世界，我看很多修密的都不守戒律，所以我就晓得他那个密是妖魔鬼怪，哎，他不是正经的密啊，他不持戒律，他不读这个显教的经典，这个不行啊。啊，西藏现在坏了，从前这个西藏密跟现在不一样啊，以前像个样子，现在坏了，不像样子了。你看那个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对这个西藏密教的批评非常的严厉啊，文钞里都有啊。啊，这个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再来，我们不能等闲看之啊。啊，等就菩萨再来的呀。啊，他说的话我们再也不相信，那就无可奈何，那也没法子了。啊，就是达赖班禅，他也没有到等觉菩萨。啊，在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他的身份也指阿罗汉的。啊，阿罗汉转世的。啊，比起等觉菩萨差得远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眼前那些事实真相，不要被他蒙蔽了，啊，不要被他们欺骗了。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啊，正是像古人所说的“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啊。如果不能把这个机缘把握了，那实在是太可惜了。那么底下讲这个啊，一乘十种举止梵天呢，即直车烧堂等这些公案啊，也就是故事，注意啊，看这个演义里头都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啊。这个今天时间呢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